这个半局要从林奕泉开始，今天前两次都敲出安打，前两次打不同的，来看一下这一球打到了右外野方向，上去了，投不了，真厉害！哇，这时候也是一个完全打击的听牌，前三次打击二垒安打、一垒安打，外加这一支的全垒打，也让他的生涯的安打次数已经累计到499支。哇，今天有可能就来达成500支安打，越来越有可能，只差一支了，而且说不定还有两次的机会了，两次打击的机会，那差一支三连安打就是完全打击了啊！如果是500安以三连安打来画下句点，又是完全打击的话，真的是很完美。哇，那真的是超完美了。今天呢，